晚清光绪初年，岭南庆州府树县爆发100年不遇的特大瘟疫，病死乡民百姓无数，一时间疫情流行蔓延，赤地千里，白日鬼唱。 平身吧，谢太后。顺亲王。哦，臣在。岭南瘟疫蔓延，庆州府到底死了多少人？回禀太后，据两广总督和庆州知府的加急文书说，大概死了几百人。几百人？恐怕几千人都不止吧。哦，碰到这种天灾人祸。 死几个人也是在所难免。你说的轻巧，这只是死几个人的事儿吗？太后所虑极是，臣已专门召集六部商议过此事。他们也想了不少对应之策。是不是请二位太后先听听他们的奏对？二位太后，请听老臣一言。吴一鸣，臣在。你掌管着户部，又曾做过太医。 依你说，这岭南的疫情真的就回天乏术了吗？隔着千山万水，我们在此轻易，自然是拿不出什么好办法，反倒容易被底下的人蒙蔽。这么说，吴大人承认，户部的库银是被人蒙蔽走的。下官担心的并不是这个，而是那瘟疫到底实情如何？可有神医圣手力挽狂澜？一旦访到济世妙方，起死回生。 不单是苍生之福，更是我江山社稷之幸。吴一鸣，臣在。听旨，特任你为钦差，视察疫区，安抚灾民，务必亲力亲为，访求良医良药，以不负两公厚托，足为天下翘盼。臣吴一鸣领旨谢恩。 看你来了，石头不能说话，您在九泉之下也不能说话。爹，女儿给您吹一支曲子，师傅说这支曲子是您做的。朝廷说，你爹是畏罪自杀，要诛灭九族。 幸亏我把你藏起来，这件东西还给你，这是你爹留给你的唯一的遗物。爹，您的怨，您的仇，您的恨，总有一天。 会大白天下的。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你们这镖是要送往哪里呀？京城。老伯，老伯。 看起来这岭南的灾情比地方上报来的要严重的多呀，大人，我说府县官员，就是封疆大吏，在报奏朝廷的折子上，那不都是字斟句酌、煞费苦心啊？生怕一言不慎，招来杀身之祸呀！哼，他们把红顶子看得比天都重，心里哪有黎民百姓？ 我若是仍旧乘着官船，打着仪仗，前呼后拥，成群结队，哪里能看得到如此的真情实况？ 这店里有人吗？哎，有。哟，小姐，您是看病啊，还是抓药啊？我找这店里的老板。 哦，你要找的是我师傅，不巧得很，他在哪儿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事儿与你无关，你也用不着打听。快说，他在哪儿？好，他在赌馆。哎，你要押多少？ 我赌纹银100两，哇，100两啊！100两！贺老板，你可开玩笑了，我哪有100两银子？下官，岭南庆州府五品正堂孙子玉，携全城文武僚属近身侍子。 恭迎钦差大人！恭迎钦差大人！请起，请起。孙大人，吴大人中途下轿，微服私访去了。李自觉，让你整我，我让你想要，我让你要！我告诉你，走，不许乱动！ 不许乱动，听见没有？走！哎呦，老实点！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！哎呦，不许乱动！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！哎呀，不许乱动！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呀！啊，怎么样啊，姑娘？要想活命的话，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话。你是谁啊？说，那些满麻袋的金银珠宝，你是要送给京城哪一家的？什么金银珠宝？ 你没有搞错吧？嘿，谁搞错了？我可没有功夫和你闲扯。沙镖队的劫匪是不是你主使的？姑娘，你越说越离谱了。这钦差呀，也不知道想玩什么把戏，看来不是善茬。大人，那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吧。哼，要不是你坏了大事，本府怎么会束手无策呢？是。 怎么办？要不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先下手为强。什么意思？趁着钦差现在还没露面，咱们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他干掉，省得他抓住了我们的把柄，那时候要想逃都来不及了。这可是灭九族的勾当。是。可是大人，你就不怕？ 钦差灭了你的九族了，还是听听主公的意见吧。啊，这一场瘟疫来势如此凶猛，死人不计其数啊！哎，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？这要说起来，多亏了老吉呀！哦，就这老吉是什么人啊？哦，他是岭南祖传名医，哎，有一手绝活，在这十里八乡名气大得很呐、啊。那我问你，见过这个吧？这个，我，哎，见过。 这个就是那个在赌馆套我的麻袋呀、啊！你少贫嘴！哎，他原本装了一些什么？姑娘是要考我是吧？这麻袋里头啊，装的是薄荷和甘草。嗯，那薄荷和甘草下面呢？啊，薄荷和甘草下面装的还是薄荷和甘草。你少跟我当马虎眼！我来告诉你，这下面装的可全是金银珠宝，还有5、6个镖师的鲜血。哦，姑娘。 你可别吓我，我胆儿小。我问你，这个麻袋上面的“吉”字，可跟你有关系？啊，有关啊。问他，这“吉”字当然跟我有关系啊，那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，也是我们药铺的大号。怎么了？那你还敢说这个麻布袋不是从你的药铺里出来的吗？哎呀。 姑娘，你弄误会啦！哎呀，我说姑娘啊，哎呀，我们这小药铺啊，从来都是自采自制啊，用的都是竹扁竹筐。哎，像这种麻袋啊，只有那些大药铺，哎，那些大商号才用得起啊。他们走南闯北的，采购的都是珍贵的药材，你给张冠李戴了呀？莫非这城里还有挂吉字招牌的大药铺？ 哟，姑娘，又是你啊，还是来找我师傅的？真是不巧，这回他又没在。你师傅在不在不关我的事，我是来配药的。哟，哎，怎么了？您家谁病了？现在正流行瘟疫呢，可得小心啊。闲话少说，你只管照我说的方子配就是了。过会儿我来取。感情姑娘也是内行啊。啊，行。 这也没有啊！哎呀，哎，真是看不明白了，简直是世上少有，书中绝无啊！哎，哎呀，这是什么房子呀？请问这里是老吉郎中的药铺吗？啊，正是。请问先生，有何贵干呢？哎呦！ 大人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往京城里写信？那天高皇帝远的，京城的水救不了咱们这儿的火呀！我有办法。嗯。哎呦！请问先生，您是看病还是配药啊？啊，非也，在下是慕名而来，本想交个朋友，不期无缘会面啊。正所谓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。吴先生，你也是读书之人？也可以说是吧，医农务工什么杂书都看过。哎，太好了，晚生正有难处，哎。 这有一个非常怪诞的药方子，我是前思后想、细琢磨，也没明白什么意思，哎，很想向老先生讨教讨教。哎，不敢。既然是怪药方，不妨奇闻共欣赏，一意相与兮啊！哎、鹅树一枝，现根待须。 一角三钱，山药流皮；青铜5片，梨子去衣。素心7瓣，来福间兮。嗯，君臣佐使互不搭配，阴阳表里自相矛盾，风马牛不相及呀、啊。哎，说的就是啊。老夫才疏学浅。 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怪诞的方子。不知药方是何人所开，又是治什么病的呀？哦，这是一位女子匆匆送来的，口非常紧。我问了半天，什么也没说。哎，依吴先生之见，此中可有什么深文大义啊？啊，不懂，老夫真是一头雾水了。哎，现在师傅要是在就好了。哎呀，可是这会儿他偏偏在西山采药呢。慢。 你说你师傅在西山采药？嗯，对啊。山里有洞吗？有啊。我明白了。哎，您明白了？上山的路你可认得？我认得。那好，给我带路，马上就走。哎，先生，您这么说我还是不明白啊。来不及多讲了，你师傅有危险。啊？ 快啊！就在前面了。来，还有多远呢？就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哦，慢点，等等我。师傅，我在这里啊！哦，孔生啊！ 哎，兄啊！哇！我在这里，快救我呀！师傅，哎呀，快救我！哎呀，救我啊！师傅，解开！谁把你弄成这样了？慢点！这还用问吗？你师傅肯定是遇上强盗了。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是哪儿呢？哎，要不是这位吴先生啊，我今天根本救不了你。哎呦呦，你会打卦呀？哎，老吉先生说笑了。 还是你的奇方救了你自己呀！嘿，我写的方子你也看到了。我要是没看到，怎么会知道你的下落呢？乖乖，哎呀，你可飞回来了！ 真可人的尤物啊！啊，季钦差去了青州，了无大碍，不必惊慌。原本月底经的药材因何未到，着急催运，不得延误。快点！药材呀，也是嘛，我看看去。 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走！老人家，请问一下，那急性高照的布麻袋里装的都是药材？哎，全是药材，那些药材都是有钱人买的，我们穷苦人家那是买不起的，连闻闻味儿的份儿都没有啊！那这些药材不是那个土郎中老吉的吗？哎呀！ 姑娘，你说什么呀？老吉那可是好人呐，他哪有那么多钱进得起这么贵的药材呀？这都是贺天章贺大老板从京城里采购的。那我真是误会他了。是啊，老人家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碎银子，您拿去应应急。姑娘。 你真是个好人呐！哎，老伯，你快请起，快请起！姑娘，这行行好，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我真是对不起，我身上没有带那么多银子，我再去想办法。谢谢姑娘。掌柜的。好。 这些能兑多少银两？啊，小姐，这些可价值不菲啊！你就看着给吧。小姐，婢庄向来讲究信义，童叟无欺。如果小姐愿意，这些珠宝可兑3000两。39003000吧。好，成交。让开！让开！落交。 是你报的案，是大人，请看。哦，那人长得什么模样？年轻女子，杏核眼，高鼻梁，樱桃小口，杨柳细腰。捡重要的说，北方口音，身上带着剑，画影图形，布置关卡，给我抓活的。知道。行了，快点走，快点过去，快点。哎，站住！哎，过来，过来。 哎，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嗯，走，谢谢官爷，快点，官爷。什么人？讨债的。讨什么债？讨什么债？你知道。派去的那两个人走了几个时辰了？有2个时辰了。确定还住在那客栈吗？确定了。白天还专门派人查问过。怎么还没动静啊？你马上去客栈，仔细的看一看，有什么情况随时禀报。是。等等，这100两银票交给牛师爷。钦差不爱钱，不代表他的手下也不爱财。 一定要小心呐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大人抓到了。禀大人，那女贼武功十分了得，我们2个对付她，还旗鼓相当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老三中了暗器，负了伤。那女贼逃跑了。混蛋，废物！2个人抓不住一个娘们，你们是吃干饭的啊？还让她跑了？ 给我抓回来！给我找回来！抓不回来，提头来见我！是，滚滚滚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哈哈，真是稀客啊！哎呦，这贺老板怎么今天有空来蹬我的茅庐了？啊！哎呀，你呀，真是健忘啊！老子有账要跟你算呢！啊？ 你给我算账，我欠你什么了？你欠我的100两银子，赶快还，还没算利息呢。啊！你说笑话呢吧你啊？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银子了啊？贺老板，您是不是睡觉还没有睡醒呢？我没睡醒，我告诉你，我姓贺的睡觉的睁着眼。 你这种人欠债不还，我如果不教训你的话，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着3只眼。来啊，有，给我砸！你们干什么啊？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 你是什么人呢？哼，什么人你不用打听，总之是可以管你的人。这世上还真有管我的？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吴先生，这不关您的事儿。哎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老季先生，你欠他多少银子？我来还。吴先生，好啊，还真有仗义疏财的哈。 那好吧，咱们就两清了。你赶快把银子拿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这药铺我可砸定了。吴先生，你看，这行了，都站好。贺老板，那怎么着？我害怕了？不是，进去吧，还等什么？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贺老板。 哦，这个事情，快，站好了，站好！招抚重地，岂能让你们随便乱闯？启禀大人，这两个狂徒说什么要向你借银子还我的赌债？哼，你们俩喝多了吧？跑到本府堂上来撒酒疯！吴先生，没事啊，孙知府。 老夫的确缺点银子，要向你借贷啊！哦，你是何人？借什么银子？这个啊，但请贵府先借给我100两文银，不要官银，要你个人的，然后我再告诉你姓名不迟啊！狗屁！本府从来不借给别人钱，就是借了，也得要看一看借钱人姓什名谁。大人呐，这种人就甭跟他废话了，他就是屁股痒痒，先打他80大板，看他老实不老实。有道理。本官是态度好了些是吧？刚才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来呀，来，给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点颜色瞧瞧。这，慢，你尤师爷，卑职在，请出尚方宝剑。 是，钦差大人。存子玉奉旨钦差尚书房请走，军机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吴一鸣大人在此，还不快跪迎！我的妈呀！卑职不知大人驾到，实有得罪，罪过呀！孙大人，那个女贼还是没有消息。 好几次都让他从眼皮底下溜走了，此贼不除，心腹之患呐！啊，我倒是有一个引蛇出洞的主意，说说看。大人，你想啊，这个女贼肯定跟咱丢失的飙车有关系，如果能够抓住她，那么丢失的飙车也就有希望找到了。这还用你说？我早就想到这一层了。不是，大人。 我的意思啊是这样了，咱们呢，不妨做个套，让他自投罗网。眼下没别的办法，那你就去试一试。不过，这次千万不要出任何闪失了。放心吧，我这次啊，一定把戏啊要做得足的。不可演过了头，动静越小越好，千万不要惊动钦差大人。 来，快点啊！哎，往这儿，哎，捆好啊！我说，诸位，何老板，我贺天章的身家性命可就全压在这2辆车上了，你们一定要保证安全，多加小心，不可有一点闪失。若有闪失的话，你们别忘了，你们的妻儿老小还在我这儿压着呢。贺老板，你放心好了。 我们不敢拿赏金跟你开玩笑，更不敢拿一家老小的性命开玩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发飙吧！出发，走。好，停车。 大家休息一下，吃点干粮。喝口水。见没有？没有，有没有？那边，走走。哎呀，姑娘，真够巧啊，咱们又到了这个山洞里了。 真黑，姑娘，你这回啊，可得多担待点啊！可不是我有意的冒犯你。现在我为了给你治病，我得把你这衣裳给撕了啊！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，你找来的这些武林高手。 怎么都是窝囊废呢？哎呀，大人呐、您把他不能光打我一个人啊！您请的是绿营官军，不也是眼睁睁的看人家从眼皮子底下溜了吗？你，哎，真是让人头疼啊！嗯，这个神秘的女人，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负了伤，她又逃哪儿去了？如果她是一个人还好说。 要是有后台或者团伙，那就坏了我们的大事了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，这个女贼有可能把这事儿捅到钦差那儿去？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呀。啊？哎，这人呢？这……我离开这儿的时候。 他就在这儿躺着呢，哎，你看，这血还没干呢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到哪儿去了，姑娘？哎，来来来，胡大人，来，姑娘。哎，请。吴大人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望大人海涵。孙大人。 本部堂偶然得知贵府正在追捕一名奇特的女子，可有此事啊？吴大人明察秋毫，下官不敢瞒报。捕快们确实布下天罗地网，通缉一个女犯。哦，说来听听，这女犯何许人也？该犯斗胆包天，竟敢劫夺本州用朝廷赈银买来的大量药材。孙知府，这女贼难道只是劫夺药材吗？ 是不是除了药材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啊？这小小庆州连遭祸殃，十室九空。我们用朝廷的赈银都买了药材了，别的没有什么呀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这个盗贼可也真是够可恨的呀。吴大人，可否见过这个女犯？哎，听孙大人这个口气，好像是我把这个女犯给窝藏了。不。 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问，吴大人从哪儿知道的这个消息？道听途说而已。这些天老夫走街串巷，耳闻目睹了不少坊间奇谈。比方说，官医无能，竟将半死不活的病患一把火烧死，可有此事啊？孙知府，绝无此事。这肯定是哪个好事之徒。 唯恐天下不乱，编造荒诞不经的谣言。哎呀，孙大人呐、啊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呐、啊。没有当然好，真有了这种事，你想瞒也是瞒不过去的。 钦差都把那个老鸡头捧上天了，哎，他对你都敢吆五喝六的，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来，别急，屁，什么东西，一介布衣还想在我头上作威作福？对，钦差一早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那个女贼有消息吗？没有。这简直都快成了我一块心病了。哎，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有您急见。 什么事儿？主公又在催问贡品的事了，我拿什么回应他老人家？就算我拼出老命，也要把那女贼和飙车上的东西找回来。好。太后，监机处呈来吴一鸣大人的800里快报。是吗？上面说了些什么？ 禀主子，吴一鸣大人说，岭南的疫情已有所控制，民心大安。嗯，好啊。传我的话，让军机处逆旨褒奖吴一鸣，让他再接再厉，力保全功。这哦，还有，让军机处再批一些银两去，多购一些应急的药材。 好体现我朝廷对蒙灾子民的关心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太后阅了吴钦差的奏报啊，龙颜大悦，又拨了一批银子下来。啊，大人，这可是好事啊！我们可以借机把亏空的银子补回来呀。哎，你想得美，那是吴一鸣的心头肉，能容你分一杯羹啊？倘若不能强夺，难道还不能智取吗？ 如何智取？投其所好。哎，吴一鸣咸淡不尽，又臭又硬，你那套根本行不通。那他也不是无懈可击呀。你想啊，他现在跟老吉打得那么火热，我们可以借老吉做做文章。做什么文章？借刀杀人。 下官借花献佛，敬大人一杯。孙大人，你我今天皆是陪公子读书，这一杯有什么说道啊？啊，后羿深咽。昨日大人诫勉下官，苦口婆心，这才知钦差大人忠心报国，无私无畏啊。上不惧权贵，乌云蔽日；下不怕瘟疫，戕害苍生。 为我等做出为官为人的楷模啊！哎，都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下官决心追随大人，整顿官风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杯酒全当聊表寸心。好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来，恭敬不如从命，你我先干了此杯。大人请，你也请。 哎，好好，谢大人。茶来喽，嘿，各位爷，天热汗多，小的特意奉上一壶老鸡凉茶，又解油腻又消暑气啊。嗯，这小子机灵。嘿嘿，承蒙老爷夸奖，小的不是吹牛啊。我们酒楼的凉茶是直接从老鸡药铺进的原装，然后再用古井印凉，一点都不含糊的。小二。 认识他是谁吗？哟，老吉爷谁不认识啊？这壶凉茶就是他亲自带给各位爷解酒去暑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。啊，吴大人啊，正当天热啊，又值正午，我特意呀、在这药茶里边放了些冰片，还有薄荷，啊，请各位笑纳。老吉呀，你可真是个有心人呐！啊，哎，先有美酒，后有好茶。 钦差大人，你可不要服了老吉先生的一片美意呀！是啊，你先喝啊，请。嗯，挺不错的啊，又凉又甜啊！啊，哎，你们怎么不喝啊？哦，好，来喝，喝，喝。好好。 姑娘，你是？我是来向老先生讨教一个陈年旧案。嗨，我早就不干仵作这一行了，脑子也坏了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我知道老先生，您在18年前曾验过一个官人的尸首，您能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吗？你是说赖成平赖大人？正是。你是他什么人？ 我是他一位朋友的女儿。你没说实话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就是赖大人的亲生女儿。老先生，何出此言？如果你不是赖大人的亲生女儿，你绝不会为18年前那桩陈年旧案追根溯源。就算老先生猜得对，您愿帮我解开这个尘冤之谜吗？哎。 我只能给你提供一些情况，这谜还得你自己来解。那天的午后，州府接报，学生赖大人猝死于他的住所。我马不停蹄地赶往府上，验看实情。嗯。 赖大人是服毒而亡，这一目了然。但是究其自尽还是他杀，却疑窦重重。当时从赖大人卧室里搜出他的亲笔遗书，此案最终以自杀断定。那凭你的经验来看，先父他是自杀吗？嗯，不像。为什么？令尊所服之毒是镇毒中毒性最强。 也是最贵重的一种，相传只有宫廷才有。可赖大人不过五品之官，到何处讨来了？再者，凡服毒自杀者，遗书遗体都相距不远，以昭示后人，此乃个人意愿，绝不牵累他人。而且每每圣服衣冠，庄严端重，而令尊却是衣着随便，这。 奇不奇怪？那您刚才说的毒药叫什么名字？实不相瞒，我当初确实叫不出名字来，因为它太少见了，故而铭记在心。偶读前人笔记，方知它叫《阴阳夺命散》。阴阳夺命散。对。这吴钦差怎么到现在还不来？哎呀，听吴钦差的师爷说，吴钦差病了。病了？什么病啊？哎呀，什么病我也搞不清啊。不过怎么在这当口病了呢？是的，人家这早不病晚不病。哎呀，到钦差的住处啊，去探探消息。好嘞。 大人，孙知府派了人过来。 见还是不见？他可以不见，他派来的人却不能不见。他准是来打探口风的，正好，趁这个机会把我生病的消息传出去。哎，小的给钦差大老爷请安。听说大老爷身体欠安，我家大人命小的带来一些补品，请大老爷笑纳。这是孙知府的一片心意啊，哎呀，不好不收啊！是是是。那小的就告辞了。大老爷安心静养吧。哎呀，老爷，哎，回禀老爷，钦差大人可是病得不轻啊！你见着他了？见着了，好可怕呀！他病成什么样子啊？快跟我说说。嗯，老爷，我学给您看啊啊。 病得不轻啊！哎，天助我也！你快给我传出话去，就说我得了和钦差大人一样的怪病。嗯，这……哎，老爷，您这是……嗯，哦哦，哎，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了。师傅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你怎么眼睛一炸的？要把你师傅的魂给吓跑？街上人都说，钦差和知府两位大人那天和你吃饭，吃完饭喝了你的凉茶，那两人都躺下了。这不可能！师傅，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万一谁死了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说什么呢？不许胡说八道！我这不就是个比方吗？不会呀。 那天我跟贺天章也都喝了这个凉茶了，怎么就没事儿？要说孙知府那狗官病了也就病了，可是连钦差大人也病了，不行，我得看看去。哎哎，师傅，你这是干嘛去？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哎呀，他要真有事儿，我就是不去。那些当差的也会带着枷锁把我给绑了去。哎，孔生啊，赶紧抓几副药。 哦啊，哎，抓什么药啊？鱼腥草3两，啊不6两啊，营养藿1两8钱。哦，哎，师傅这么重啊？哎呀，俩人呢。哦，孙大人，孙大人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孙大人，你这好好的，怎么说病就病了？ 哎呦，哎呦，大人呐，您这一病啊，可了不得了，这庆州百姓啊，可就没了主心骨喽。您病成这样，有没有特效药治您的病啊？有倒是有啊，朝廷赈银一到广州，不日。 就到本城。你找谁啊？麻烦你给禀报一下，我是吴大人的朋友，我叫老吉。吴大人病了，不见客。哎，我知道他病了，我是来给他送药的。送药的。 那你等会儿啊！老吉，真是你呀！哎呀，哎呀，牛师爷，这回你这篓子可捅大了。牛师爷灵鉴，我就是来给大人的病啊看个明白，好对症下药啊。大人自从上回喝了你做的凉茶呀。 那就是一病不起呀！啊，你要是知趣啊，就赶快躲得远远的。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！吴大人要真是喝了我的药茶病了，那我得负责到底啊！哎呀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大人要想见你啊，那自然会找你啊！啊，哎，牛师爷，钦差到底有什么症状？浑身发热，上吐下泻。哎，哎，我这些药啊，都是清热败火的。哎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 现在啊，还不是时候啊！哎，不是我，哎呦，我的郭奶奶啊！每次我见到你啊，你都吓得我半个魂儿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你啊？你为什么不守信用？谁不守信用了？我给你送药去，你连个人影子都没了。你为什么带一个外人来？他不是外人，他是钦差大老爷，他是来视察灾情的，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清官。哼，你才见过几个官？哎呀，我用我的脑袋担保，他真是青天大老爷啊！而且只有他能够保证你的安全，不让你受冤枉啊！可惜他现在病了，概不见客。闲话少说，我今天来是问你一剂药。啊，什么药啊？阴阳夺命散。哦，阴阳夺。姑娘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。反正这不是什么好药。你平白无故的，你问他干什么？我想知道，他能不能毒死人？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。而且我得劝你啊，离那玩意儿远点儿。我可不愿意看到你卷到这类毒杀案里头。不管是什么人被毒死啊，那毒死的样子很难看的。好了，我看得出你知道的并不比我多。哎，姑娘你别走啊！哎，姑娘你别走啊！我还有话呢。你这伤好了没有啊？哎呦！看一看啊，看一看！哎，大哥，来一把吗？大哥，哎，不要！啊啊！来一看啊！来哈喽！干嘛老跟着我？真讨厌！哎呀，老爷，吴大人来了！吴大人不是病了吗？孙大人不是也病了吗？哎呀，吴大人，不知尊驾光临，谢罪。不必客气。今天我们是病人对病人谈话，更所谓同病相怜。大人是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孙知府，老夫的确是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啊。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就是他。这是什么？孙知府，你不要再装糊涂了。我知道你的如意算盘，你想伙同贺天章毒杀了我，再嫁祸于老吉，然后顺理成章地接收朝廷新拨下来的赈灾银两，对不对呀？冤枉啊，大人！下官对吴大人是忠心耿耿，没有半点谋害之心。那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呢？啊，大人，我不知道啊。我已经用兔子试验过了，里面有剧毒成分，但喝了不会立刻毙命，要等2、3天之后才会中毒身亡啊！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哼，好，就算你不知道吧。那我再来问你，朝廷上次拨给庆州的20万两赈灾银子，你干什么用了？是不是贪污了？回大人，全部银两拨给天章大药房购买赈灾药材了。好，就算你买药了，可你买的药又在何处呢？20万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要都买成药材，起码要装满几个仓库。可灾民百姓们却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些赈灾药材，你又作何解释啊？回大人。这是下官失职，等下官查明以后再禀报钦差大人。哼，就怕你查不到实证啊！20万两赈灾银不翼而飞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呀！你得好好想想吧。什么时候想起来，什么时候再来找我。 天章给知府大人请安，免了免了。哎，哟，大人，你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真病了？我要是病了都好了，就怕脑袋都要没了。有什么事儿啊，大人您急成这样？那老东西啊，什么都知道了，已经跟我摊牌了。他都说什么了？上次那20万两阵银的事，还有头两天你出的馊主意，要借刀杀人。 这可倒好，刀把在人家手里攥着了，我们倒成了砧板上的肉了。都是你害了我。是，就算天长考虑不周，可是你现在埋怨我也没什么用啊。要不咱们再想想办法，请京城的主公给咱们帮帮忙。这我不是没有考虑过，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上一次我们进宫的贡品半路又弄丢了，主公一直在追问这件事呢。我怎么再向主公说呀？ 什么？现在什么都指望不上了。大人，现在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你敢不敢？你说，卖主保命，怎么个卖主保命？大人，您想啊，现在主公那儿暂时靠不住了，咱们只能在钦差那儿想办法。钦差大人。 他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？感兴趣的什么？这我可没看出来。把主公这事儿端给钦差。你的意思，让我出卖主公？这使不得，这怎么使不得？你也是被逼无奈呀。怎么个被逼无奈啊？大人，你想啊，您现在项上的人头都快保不住了，谁管你呀？你还想着别人？再说。 每一次，只要咱不给主公进贡，他马上就断了咱们的药材。这药材一断，咱岭南的百姓那可就命悬一线了。现在咱们俩落到这个地步，还不是因为主公他胃口太大，把咱给逼的？咱现在把他供出去，从此一刀两断，咱也可以踏踏实实的做好人呢。如果我出卖了主公， 那铁面钦差能饶过我吗？大人，咱把他供出去，那可就在钦差大人呢立了一大功啊！钦差就会在太后面前官升3级，到那时候他能不念你的好，那一定会刀下留人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，无毒不丈夫啊，主公啊！ 我对不住你了，哦，是孙师傅啊！哎，天这么晚了，钦差大人已经休息了，有什么事啊？明天再说。师爷，烦您通禀一声，这事啊事关重大，不能隔夜呀。嗯，请。哎。 哎，师傅啊，洗脚水都给您打好了，您干嘛去啊？我去给人家送点药，你去睡吧。谁送啊？我去送吧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去睡吧啊，我去。那好吧，哎，我去一趟。您慢点啊，哎，我等着您。大人，下官也是被逼无奈啊，不得不为岭南几十万百姓着想啊。我知道，谢大人恕罪。你说的那个主公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叫主公。 如此说来，这些年你给他进贡的物品，不下几10万两吧？比这只多不少啊！你既然不知道这个主公是谁，你又是通过什么途径给他进贡的呢？每次都是通过祭祀堂，我们把贡品和药材一块儿交给祭祀堂。哦，你提供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。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讲，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啊！啊，这我知道。等事情查清以后，我会在太后面前保举你的功劳。谢大人，下官告辞了。我就不送了，慢走。哎。 就是在这里消失的，我怎么着也得劝劝他，不能让他做傻事啊！你是谁？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是来给你们孙子玉老爷送药的。 送药啊！送什么药？这么晚了，我们家老爷早睡了，明天再来吧啊！哎，好，不能等啊！再过2个时辰，你们家老爷的病就不好治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咒我们家老爷？不是，我没有咒啊！哎，老吉先生，请请。哎，好，来，请。是谁？他为什么要你的命？快说呀！啊，请，好，好，老爷就在里边，行吧？知府大人，这里啊，快离开这里啊！马上要来人了，快离开这里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来人！把谋害老爷的凶手抓起来！啊！是！不是我，走！这不是，走！不是我。 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保佑小人躲过此劫吧。贺老板，贺老板！哎呀，你这么大呼小叫的，伤了我的财气了。什么事？我家老爷暴毙了。什么？ 传击鼓人上堂。 传击鼓人上堂，归伍。小人贺天章叩见钦差大人。因何击鼓？启禀大人，只因庆州知府孙子玉孙大人昨晚被人毒杀而死，小人特来为他鸣冤告状。贺天章，你怎么知道孙知府是被人毒死的？ 小人略通医术，一看就知道，肯定是被人强行灌下阴阳夺命散，当场毙命啊！如此说来，你并不是第一个见到孙子玉死状的人。不是，我是听了知府的跟班通报以后，我才赶到现场的。哦，带跟班上堂。哦，见过大人。你又是如何得知你家老爷死了？回大人的话，昨天夜里门房来报。 说南头镇郎中老吉给孙大人送药来了，小人心想，我家老爷近日偶感小恙，身子不爽，这老吉来的正是时候，便把他带进府来，一直带到老爷的卧房门外。我推开门，让老吉一个人进去。不过一时，就听见老吉大喊：“孙大人死了！”小人起初不敢相信，可冲进卧室一看，老爷果然倒在地上，已经断了气。 这么说，你也不是第一个见到孙子玉尸体的人。是，老爷死时只有老吉他一个人在现场。对，故而你们就怀疑是老吉毒害了孙知府。不是怀疑，肯定是老吉干的这事儿。哦，老吉进府时还说，他给孙大人带了药来。带了药。那事发之后，老吉他人去了哪里？ 小人已经把他捆绑起来，听候钦差大人发落。那好，带老吉上堂。传老吉上堂。哦，钦差大人，我冤枉啊！我冤枉啊！你冤枉什么？孙知府不是我杀的，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跪死，跪什么你？他的跟班指证你给孙子玉灌了毒药啊！ 哎，他胡说他，就是他把我领到孙知府的卧房门口的。我进去一看，孙知府已经躺在地上了，七窍流血，没有气息了都。我马上就出来喊人，我哪有功夫给他下毒啊？这个本部堂自会查证。不过依你而言，孙知府中毒在前，你进内宅在后。 也就是说，另有他人毒杀了孙知府喽？那当然了啊！那这个人是谁呀？啊，谁？说呀！不知道啊。是知道了不说，还是真的不知道？哎呦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我怎么能用我自己的脑袋来开玩笑啊？哼。此案固然疑点多多。 但你老吉身在凶杀现场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来呀，在，且将疑犯老吉羁押监牢，听候再审。这，退堂。我，钦差大人，不是我呀，钦差大人。 这是干什么呀？韦大人，求您开恩，我师父只会救人，绝对不会杀人。孙知府之死一定另有隐情。是啊，老吉是冤枉的。冤不冤枉？本案未查清之前，谁也不能打这个保票。啊，回去吧，吴大人。回去吧啊，吴大人。现在疫情正炽，百姓们都等着我师父治病救人。 如果他蒙冤入狱的话，谁去救治他们呀？这个，我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啊。可是老吉他是本案的嫌犯，本案情未查清之前，我怎么能放人呢？啊，回去吧。 姑娘，太客气了。这小东西不成敬意。啊，来，姑娘请坐。好。啊，请问一下老先生，可知京城有一个济世堂？那是大清国最大的药行，批发零售俱全，但主要是供应太医院的不时之需啊。那么，18年前的阴阳夺命散，可是出于济世堂呢？这。 无法推测，哎，小姐何出此言呢？昨天我目睹了一桩杀人的案件，当时死者中毒的样子，跟老先生形容先父中毒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哦，我还捡到了杀手遗落下的一只药葫芦呢。 先放到后边，晚上送到府里。哦，是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停下。来了，哎，快点，歇车，快！ 卸车，快点！哎，快点啊！谢。快点！哎，不许进！哎，大胆！是何人击鼓啊？禀御史大人，是个年轻女子。传上来。这，传年轻女子上堂。喂。 民女赖红姑拜见御史大人。姑娘，你知道这是何地方？竟敢击鼓喧嚷啊！民女知道，可这是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伸冤昭雪、上达天庭的地方。如果连大人都不听这民间的疾苦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没有说理的去处了。你就给本官戴高帽子吧。好，我且听听。 你有何冤？有何苦？状子告的又是何人呢？我要告的是京城的济世堂总药行，他们私制毒药，连镇数名朝廷命官。你小小年纪，两边衙役退下。是。啊，请起。 姑娘可知济世堂的老板是谁呀？民女不知道，不过我有他们贪赃枉法、上下连接、里外攻击、草菅人命的一些罪行。哦，姑娘，说一件，让本官听听。啊，大人，您看这个，庆州知府孙子玉，便是服下葫芦里的阴阳夺命散。 而顷刻毙命的，嗯，哎，就这么一点点证据啊！大人还想要什么？当然是多多益善呐！啊，我明白大人的意思。小女子既然来告济世堂，这手里就不可能只有这只药葫芦。你是抛砖引玉啊！不错，那个玉就是朝廷下拨岭南20万两赈灾白银。哦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大人，您不是希望多多益善吗？哦，哈哈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蓝大人，这回要是弄好了，就抓住了一条大鱼。哼哼，要是弄得不好，嘿嘿嘿，那你怀里可就抱着一只大刺了。王爷说的极是啊。也好，我这正愁找不着扳倒那位大掌柜的把柄。哎，说了也巧，这刚想睡觉啊，就有人给送枕头来了。哎呀，这姑娘我就不见了，你去面授机宜。 闹好了，日后必定有赏；弄不好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啊！卑职情愿一死，以报王爷谢玉之恩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那姑娘。啊，王爷，这就更用不着王爷费心了。卑职早就想好了她的归宿。啊，那去办吧。啊，这顺齐王命你。 今夜立即返回岭南，继续掌握那里的动静。一旦时机成熟，马上动手。这是军机处给你的密件。回到了广州，要把它亲手交给两广总督。是。我回来了。 开门！我说你们耳朵都聋了。老爷，我主公来信了，钦差敲山震虎，知府死不足惜，他们都不是我金石堂的对手。不日将派特使前去，你要好准备。主公说要派特使前来，要我准备，做好什么准备？ 怎么准备？这太神秘了，这太神秘了。都站好！看看，一管不成的，想想是吧？那得看，那得看。 咱们等着吃，哎，老齐，哎，老贾，老贾，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啊啊！我说老齐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啊！啊，哎，这么隆重，这是欢迎什么人呢？滚！站好了，说出来能吓你一跟头。 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医药界最大的首领，京城济世堂派特使来了。不是，她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屈小姐了？ 今天青州城来了一个奇怪的人物。哦，什么人物啊？啊，大人绝对想不到。嗨，别卖关子了。满城的人都在传说，来的是京城济世堂的大小姐。啊，啊，哦，大人。嗯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大人，也好。水落石出。大人，您是说？ 敢打着济世堂旗号来的人，绝非等闲之辈啊！哦，大小姐，按您的吩咐，镖师、马匹均已备好。很好，走吧。好，出发！出发！走，快点！就。 快点，快点，腿脚利索点儿！哎，站，放着，哎，放着，快点！太好了，就是他，分毫不差。那就好。 贺老板，咱们装车吧。来人呐，赶快装车，愣着干嘛？哎，老板，你看，站住！都别动！怎么了？你是钦差大人的那个？贺老板，你好记性。曲小姐，我们完了。请问一下，钦差大人自己为什么不来呢？大小姐在此，我焉敢不来呀？ 啊，哎，没想到吧？冒名的大小姐，竟然给真正的老板立了一个大功啊！你说什么？她是冒名的大小姐？贺天章，你真是个猪脑袋，你永远也搞不清楚。你所谓的主公，现在就站在你面前。你说什么？他就是主公？ 你忙忙碌碌的孝敬多少回民脂民膏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孝敬的给谁，让我来帮你介绍吧。这个所谓的主公，官居一品，奉旨赈灾，本应忧朝廷之所忧，及黎民之所急，可是他却挖空了心思，发国难财，割百姓的肉，更贪得无厌地昧下了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，而且更心狠手辣。 杀了你的同伴，孙知府啊！你说什么？孙大人是他杀的？吴一鸣，我所说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吧。姑娘，老夫十分钦佩你的胆识和能量。你与我手下的这帮草包们相比，真可称得上是人中的精英啊！ 老夫很想留你一条性命，甚至想收你为我的心腹，嘿嘿，但现在看来已不可能了。你说的过多，看的也过深。嗯，恕老夫不敬，借姑娘的人头一用，以便搪塞一下两宫太后，也堵一堵庆州人的嘴啊。嗯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！吴一鸣，所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就在我从京城回来的那天起。 顺亲王就给了我上谕，让我查一查你结党营私、贪官受贿的罪行。我想就在你倾巢而出的时候，那些官兵已经到你的府衙去查个一干二净，肯定已经找到了你截留的赈灾白银。好，姑娘好手段。事情既已至此，吴某死不足惜。只是我要拉一个垫背的。 和我一起走黄泉路，带上来，带上来。姑娘，你看看这个人，这个人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吧？武一鸣，你放了他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做个交换，只要姑娘肯放了我。武一鸣，你好卑鄙呀！哼，一报还一报，这很公平吧？武一鸣，这下你可以给他松绑了吧？给他松绑，是。